金主任是四月的事，你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吗？你抢走了四月的亲生父母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你爸爸，向他问个清楚。我听到传闻说你跟吴明豪的老婆是闺中密友，吴明豪跟你的关系被那朋友知道会怎样呢？就凭你也想高攀灿斌，这像话吗？听说你跟慧翔在交往，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你害我就像活在地狱一样，现在你也该滚出我的人生了。我现在确实握有可以揭发崩塌意外真相的证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的女儿秦四月。